小马还怎么玩？来，我教你啊，认真看，认真学。为了做这个教程，我连续打了四把小马孩，终于把它玩明白了。要做一个成功的小马孩，第一招必须学会解叉刀。解叉刀非常讲究时机啊，给你们看几步我是怎么做到的。一般人可能做不到我这么出色，但没办法，谁让我是你们的帅老师呢？天赋异禀，懂？OK 啊，学会解叉刀之后，下面要学习它的进阶版，帮队友解叉刀，啥意思呢？同样来看一看我的实战教程啊。学会了吗？队友肯定也想不到我能做到，不用谢，应该的。这招在救人的时候特别好用啊，非常容易给监管双刀的机会啊，这样你就可以成功把队友送出庄园了呀，他肯定会永远记得你啊，也许半夜还会来你家床底下。OK 啊，学会这两招之后，下面是大招了。玩小马孩的时候，我们一定要对自己有一个清楚的认知啊。小马孩是庄园中最可爱的小女孩子了。那么这么善良的一个人啊，千万不要去玩弄监管，不要去遛他，会浪费他的时间的。我们直接秒倒送，这样监管肯定也会第一个让你出庄园，队友肯定也会看着你，然后向你和你的家人问好。学会这三招，就是一个成功的小马孩。学会了吗？记得点赞关注哦。